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益众尊；皈依精卡，诸众众尊。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益众尊；皈依精卡，诸众众尊。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益众尊。皈依精卡诸众众尊，请看《大经高注》第499页，499页，倒算第三行，心力33愿。功名非遍愿，请看经文：心定该有功名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这段是经文，咱们看念落的注解。心定该有功名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为第33功名非遍愿。彼佛是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各种天人寿命也该无量。这句真重要，伊讲的是天人，那都是指这个反省同基础。同基础的众生呢，也寿命无量，跟阿弥陀佛同款。其他的高尚离地，经文
答你答句，是佛的真实语，无妄语，也无假分。啊，咱应当啊，以清净心，真正不疑。啊，这个所在，它得咱去啊，咱啊应该都爱去。啊，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无论做什么代志，拢真无容易，大家圆满。啊，有真多应该学的，无遐长的时间啦。啊，这拢嘛是咱现前这世间所缺陷的，叫做世界无啊。啊，叫做世界是咱真正理想的环境啊。那而且修正中法门并无困难，甲八万四千法门来比，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真心切愿，老师念佛对往生。这礼太多了，那过去呢？咱伫个圣贤路，伫往生端内面看到的，那现前伫咱的一生所见所闻的真多啊，最近2013年准年一月，海贤老和尚往生，甲咱做出证明啊。那这老和尚是阿弥陀佛指派，派伊来甲咱做一个榜样，就是表法了。那112岁，在世时阵，思维敏捷，甲少年人同款，体力无衰啊，未比少年人较差。112岁，搁咧爬树，啊，咱伫个宫殿内都有看到啊。啊，老无老苦，无破病啊。走的时阵，讲走就走去了，无病苦，生老啊，病死苦，伊就有啊，生苦，生苦老早都袂记哩咯，老病死拢无，那是咱非常新鲜呢。啊，伊甲咱讲，伊做会到诶，咱每一个人拢做会到，一点也无稀罕啊。问题就是讲，咱是毋是肯做？啊，肯做，大家拢嘛会成就啊。啊，自家下面讲咯，有比好功名无量。
是故美国人民心顶该有公民教育啊，这句话来对嘛，公告美国人民，不是新闻，不是菩萨，完全是积极的反省动机托啊，中下品王姓的。佛无量寿，生到那边的人，大家都无量寿啊！佛光明无量，人民心有光明，定有光明，啊！下面总结这句话，该主判啊！一路呀，这就是分啦。判的是各种人民，包括一切现行、反省动机土是人民，方便有无土是先人，十宝庄严土是圣人啊。一路这两字难得啦，一路是平等啊。啊！个啥人平等？个方便土平等啊！个是报土平等啊！啊，方便土是阿罗汉，是报土呢？是发心菩萨。地位观啊，咱伫华严经上看到四十一位发心大士，主不脱是不庄严脱，那、啊、这人甲阿弥陀佛一路。啊，佛所有的，大家拢有，无一个人有欠缺。下面甲咱解释，有讲明者，自营为之公啊，教物为之明。那功名本身就是空空，啊，光的作用会照外面的环境，对起用称为明，光的是光的这个主体，啊，有利用。一家破案，这都是破迷开悟啊！暗是未歇啊，伊也未歇了。你家宪法这个、作用尤其大。灵现满化了。啊，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讲：好机自性，灵性满化。啊，无想到讲自性，现无咎啊，现。满袖，那换句话讲，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一体啊。当这个主性变现出来，啥人的主性，家己的主性，啊，咱甲诸佛菩萨共这个主性啊，啊，咱甲富贵地界嘛是共这个主性。诸圣所现的万法是转宇宙，是法界依正庄严一体。只有《大乘经》上讲较清楚，讲较明白，讲较透彻。啊，咱有大乘教的人。对这件代志，不是不知影，经你有读过，我听到立马讲过。啊，问题出在倒位，你无用力吧？你也是把这个心当作家己啊，把一切法对立。做了，那要安怎有福？你看经教里面所讲的，入佛门啊，佛门未当入去啊。那入佛门有这个条件呀、啊。而就是讲，我将见血都要放下，你就入门了。这何行物件是你入门的障碍啊？只要你有，你绝对袂当入去啊！那真正入门，这是佛的学生啊。啊，无入门，咱叫做准学生。伊毋是正式的，伊是准备伫要入去的啊，也未入去，障碍都无拄去啊。第一个障碍，心见，即个心是我。啊，这个想法，这个看法错误的啊！心不是我，那见嘛不是我，那是什么呢？亲像衫裤同款，我所有的，伊不是我，这是我的衫。那十多万一年，那一切众生，你六道来对，唔知啊，心啊，唔是我啦，唔知啊，这代志啊，哪讲知啊，这代志，心都唔是我，生死啊，都自在咯，未遐痛苦咯。这些痛苦对对来，执着是我，我要死了，这偌悲哀啊！啊，还以前和尚知影讲，真不是我，所以走个真飘撇啊，讲走就走啊。那其实好种个都无啊，伊也到极乐世界去换一个无量寿的心啊。那迄个心是不是伊？啊，不是。那真正是我呢？我是什么？我是啊，诸性啊。啊，对办法叫做法性。
对有情众生叫做自性，啊，发生个自性是一个性啊，两个名称啊，一回代志啊。这个都爱怎样？这才真正弄清楚。所以为着我，就是为了这个假啊，就好了。那就要去啊，六道轮回了。难免转回来，我也未为着这假心，啊，我要为发心啊。发心地都为一切法，跟我是一体啊。一切法叫做发心，有这认识呢，菩提心自然啊都发出来。伊无发，伊嘛会出来。菩提心出来咯，菩提心内底啊有大慈大悲啊。那也都是世间人所讲的爱心嘛。慈悲讲较详细，讲较圆满，哎呀，真正笼统。也一般人三心五慧，所以佛无咧讲爱，讲慈悲。那慈是无乐之心。我要帮助众生得乐，比的是离苦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还要帮助人对对帮助起呢？佛法上讲的咱啊，早起在做功课，早课、暗课拢回向，互咱业劫的冤亲。你甲看卖，冤来伫亲的头前，这是佛威大慈啊！啊，先照顾啥人，先照顾完的，然后再来照顾亲。为什么呢？完比亲骨卡苦啊！啊，愈是苦难的人，佛菩萨愈先照顾伊啊，伊排伫第一优先。咱来怎样？那所谓诸佛菩萨啦，阿罗汉，讲到最下面的殊陀丸，做信位的菩萨，就因这点。拢做够了，也有些的孙叔因真清楚啊。虽然因无菩萨向人积极，哎呀，做了不错啊。啊，所以恶佛头一个爱甲心见放下，这是真的，唔是假呀。科学家甲咱讲，所有的物质现象。啊，拢是念头的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想，
但是这项无物质啊，这物件啊，应该这个物质分析到最后，物质无了，无物质了，看到什么念头普通的现象，这知影讲物质是对普通现象内面产生的。你看，佛弟经常老早就讲了。一切法从心上生呀，这宇宙对对来是咱念头生呀，咱有念头就宇宙，啊，咱无念头，这个宇宙就无了。既然不是真呢，啊，真的安怎无念头了？这宇宙存在？那就真的啊，所以当咱的念头完全拢无了，拢总放下了，是不脱现前了。啊，有念头，念头有念经，咱的念头念有贪嗔痴慢啊，七情五欲，这念有啊，严重念有。啊，造成今仔日地球上的动乱不安啊，造成地球上的灾难啊，物质环境的灾变啊，啊，要安怎恢复社会安定？要安怎帮助地球化解灾难呢？方法有啊，科学家所看到的，跟佛经上所讲的完全同款。那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就修行啊。修什么呢？眼在色尘顶面，不起心不动念，这就佛啦。完全的修行，那为什么不起心动念呢？因为那是幻想。我最经常所讲的，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佮甲咱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啦、啊。一切诸佛对万物啦、啊，是安尼个看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是有为法。啊，有为法相对的就是无为法，无为无生灭啦、啊，不生不灭。是无为法，不生不灭是真的，有生有灭都是假。啊，极乐世界有四土，头前的三土有生有灭，最后一个上极光净土啊，总是光净土，不生不灭。啊，上集讲什么拢无，那是主体，主体是上集讲啊，集是清净，无染污，也就是讲伊无动摇，伊无染污，伊无生灭。慧能大师看到了，啊，甲咱做出报告来。甲咱讲，上一讲是甚物？清净，也伊讲出啦，即、这个五句话。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是清净无污染。啊，咱按见识，起心动念，念有咯，就未清净咯。
那分别集中，哎，够麻烦，哎，作业啊，本自清净是咱的真性啊，咱要回归自性，就是回归清净。现实要安怎？不起心啊，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啊。清净本莲就出现了。啊，修行的向上修啊，特别是在人事环境修。啊，修什么呢？会记得慧能大师这五句话就好了，已经简单了。第二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伊是不生不灭，为什么伊无相啊？有相就有生灭，无相不生不灭啊！这是真正的家己咯。第三，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呢？无量智慧，无量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这灵无量的上好，用大行具足啊！外口无的啊！大乘教人非常讲，心外无法啦、啊。第四句讲了本无啊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伊无动机啊，无摇晃机，自性本定啊！啊，所以为什么修定都立在这地啊？无修定未当回自性啊，定到结束了，不动了，你就该自性相应啊，你就看到了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啊，四千种无同的方法，无同的啊门径，拢是咧修禅定的。啊，所以法门平等，没有高下。为什么？最后拢总见性，明心见性。啊，佛教这些分子，啊，我学这些分子。这些分子爱读书啊，爱讲学多闻啊，佛啊，就用这个方法来呀、啊、教你修定，免他修咧读书啊。来门前立灯是分修，图书前边机器之间，迄图书前边的是修定啊，啊无读书会胡白乱想啊。啊，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把妄念给赶走，把杂念赶走。啊，核心内只有经文，无其他物件。到最后的连经文嘛都要放下，就见性了。啊，所以读书千遍的目的，不是记性。这一定要知道，那连孔子都知道，一文之学啊，不足以为人师呀。但怎爱家己开悟，悟出来才会当为人师啊。记性的是未用的啊，啊，但是用记性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啦、啊，达到明心见性啊，这个未当讲唔知呀、啊。然后你才知影讲发的这个卡妙啊，啊，咱读世间的书是不是开悟会啊？无讲未，什么书拢会？
那只要你未为着境界所诱惑，你会念到什么呢？念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念到达理啊，清楚，无念错，无念漏去。啊，一边一边的念修定啊。啊，唔知这道理伊未向呢？知影这道理真正有受用。啊，咱伫色尘上立定，你伫声尘上立定，鼻伫香尘上立定，舌呢伫味尘上立定。这个真修行啊！也到拄一工食物件，知影滋味咯，唔知滋味就白食咯。知影滋味，会藏在心内，就是一句修行。啊，见识无咧，甲色藏咧心内；闻声无咧，甲声藏咧心内。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拢总未藏咧心内，这个心是清净的。那藏咧心内，啊，就被染污咯。啊，心就变作生灭咯，都唔是不生不灭啦。啊，障碍着自性无量的智慧的灵，那藏在心内障碍啊，无藏在心内，慢慢自性流露出无量智慧、无量的灵、无量上好啊！咱有理由相信，有这侪年咯，明白咯。啊，伫中国，罗总。孔明有见性无？肯定是见性啊！啊，过去去看，伏羲、神农，文武周公、尧舜禹通，这些大圣呢？我相信你拢总拢是明心见性，啊！伫佛法讲咧，拢是佛啦，佛的化身啦。中国人真爱圣人啦，伊对圣人身份出现，欢喜显灵，显灵身份出现。啊，中国历朝历代有圣人出现无？肯定有啊！啊，有未讲啊？你家看卖，连咱近代海贤老和尚，咱会当肯定伊是圣人。伊明心见性了，啊，其他迄几个咧，拢嘛是贤人，贤人是大悟啊，圣人是天悟啊，阿罗汉是小悟，啊，小悟嘛真有路用啊。中国圣贤典籍里面所要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阿罗汉会当做个修身，阿罗汉辟支佛。
菩萨、大悟、阿罗汉修悟、菩萨大悟，但我是贤人啊。啊，这款的人伫中国历代啊，拢未少啊。你去看这个《四库全书》，都做这个主的人啊，拢是大悟以上啊。啊，这里面的圣贤听我，佛菩萨应化伫个中国。啊，为什么这佛菩萨，那就偏爱中国啊？伫中国出现遐多啊？什么原因呢？啊，原因肯定真多，真复杂。已经顶面两句话讲啊，真好。为雷主，人以君分啦。啊，这就是生到东方的圣贤地区。是一类的人，这个所在真欢喜，欢喜就看到光啊，看到光伊就会来啊，欢喜圣贤教诲啊，两百年前的中国人听到圣贤，无一个未生恭敬心。啊，这就是心内底有圣贤，仰慕圣贤呐，尊重圣贤，学习圣贤，伊就来家来咯。啊，像咱这社会，你看爱学经教的，但刚经伊就会来，无欢喜的咧，住伫隔壁伊也袂来啊，一堂课伊都袂来听。啊，咱对这现象慢慢都悟到了。啊，都接触了伊住伫遐，伊迄个所在就放什么光？现在讲主场啦，跟伊主场同款，伊就真快乐，伊就欢喜啊。啊，跟伊主场无同的，伊就白贴。啊，所以这个光啊，咱今仔用主场，这是相思啊。真多光，咱肉眼看未到，但是会感受到啊。所以呢，以灵现法，尾后一句“好机诸性，灵性万法”，就现法咯。啊，生跟现的意思是同款，灵现的啊是真的，所现的啊是假啊，幻想。啊，咱来重视自性。啊，中国古人常咧讲的本性啊。佛法讲自性、本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是对本性的赞美。找不到这个语言文字咯，用啊一个啊善来个赞叹，伊不是讲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伊是绝对的，伊不是相对的。啊，每一个人拢有本性啊！每一个人拢买做佛，
那人一切众生无一个例外，连花草树木，真正就求神。草木啊，有草神，小草拢嘛有神，即使都日本的业因是无耻，无无耻未去七生刀去啊！无耻就是是非真假啊，创未清楚，未晓落才会去的啊！啊，你去倒一倒，你心有所念，你介意迄个境界啊？那唔知迄境界是假，就可以骗去咯。何关境界骗去咯？这下面讲咯，佛的功名是智慧之上，看《红星论著》下观。嗯，念到的注解，个个出处注落来，说明这不是我讲的。那经典佛菩萨讲的，著作的祖师大德讲的，这些啊谦虚啊，未可能接到。那经是汇集的，注嘛是汇集的。啊！伫这时段，这款做法是真智慧、真高明啊！下面抄《立明三昧经》下观。经文上讲，是地大地法外灵照法界，名为光明。这也做光明的解释。那大地呢，是自性内底本来有的，不是对外面来。啊，人只要得定。咱的心真正定落来了，伊就放光。这个光明就是智慧啊！伊对外面照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丝毫差错都拢无。凡事未当控制，清净心。现在讲的是心浮气舒。啊，菩萨的心生烦恼，伊未生智慧，伊对外面的环境看未清楚，伊的心是我，这拢是菩萨的心吗？真正清净心，知影讲这心不是我，伊身心嘛健康，伊个照顾真好，为什么伊用智慧？伊无烦恼，啊，海贤可能做出最好的榜样。一个唔捌字的人，虽然唔捌字，什么拢知影。你提出经本念给伊听，伊会讲给你听。伊一个听就明白咯。啊，下面古《涅槃经》讲的，光明名为智慧，光明甲智慧啊是一项代志，两个名词一项代志。有大慧心书法，只以出功宣妙法，
实话即是出功名，不离是功说出法。大慧禅师这几句话讲得真好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咱讲经教学49年，49年，伊是咧讲什么？啊，都、就是自性的智慧光明啊！就这连连讲出来咯，无通计思维啊！咱今仔讲想看卖，想看卖，就落伫意识内底去咯，毋是智慧。智慧哪有讲来想看卖呢？啊！别人提出问题，咱立刻就去答复。不是我要去想看卖，不是啊。想看卖就不是智慧啦，是烦恼啊。这道理还不啦？啊！诸佛如来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发心大师都达到了。啊，华严经上跟咱讲的41位发心大师，诸十不脱，成为发心菩萨。啊，这个41位，因为无始无明烦恼，拢总断去咯。断去当然是平等的，那还够有阶级呢？但是佛阁甲咱讲，伊有41个位次：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顶格，绝对都会来，无用时期也未断啊。啊，咱对下面向顶面来看，就明白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就可以无断啊。伊啊，主宰阿罗汉的这个地位，伊修什么？断习气啊，见思烦恼习气那断了，伊啊，升一级，比一佛。都不是阿罗汉咯。啊，在辟支佛这个位置上，伊修的是断定沙烦恼。定沙烦恼若断了，伊提升了，伊是菩萨了。但是定沙烦恼的习气都无断。然后菩萨这位置上，把定沙烦恼习气拿转去，伊就升级了。对观高菩萨，就升到释高菩萨。释高菩萨破无明，就正发心。那虽然正的发心。无始无明的习气也无断啊！无始无明习气真恶断啊！为什么你无感觉？你变哪断呢？啊，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和时间，时间长了，自然都无去了。啊，偌久时间？大乘经上拢嘛咧讲，3个阿僧祇劫。啊，所以3个阿僧祇劫是对这来啊，断无始无明习气啊，无方法断啊。你用方法，你会向下坠落。你那是提升呢？
只有随在一起，时间若久，慢慢自然就无去。因此，十宝塔内面这四十一位菩萨完全拢平等的啊，就是讲无明习气，习气烦恼拢无咯，习气啊，习气拢嘛是真弥补咯，看未出来，咱看拢是同款的。啊，看伊啊，成佛有前后，成佛咯，无明习气长进咯。以上集功啊，这里上集功要有一点点啊，无明习气啊，都未当离去啊，上集功呀，必须无明习气，四十一品习气当清气咯，这才证到苗家高位无上。菩提啊，佛法对入门到最后回归自性，拢靠家己啊，靠家己真困难啊，阿弥陀佛慈悲到啊极处咯，甲咱搭一个桥，咱能通过伊个桥紧咯，快速咯，这是咱对伊个感恩呐。啊，伊对有想要改来对苦难众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啊，所以诸佛如来称赞伊啊。是公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称赞不是容易得来呀！啊，真正做出最大的贡献啊，所以诸佛说法，法都是智慧。无离开自性，不做智慧说法的，啊，说法拢嘛是智慧。啊，咱细心观察，慢慢去体会，小智慧、大智慧、天国的智慧，咱呐这一生无容易去拄到啊。但是小智慧、大智慧会定定去拄到。啊，比过天灵，心定救上功，这是智慧成就。以佛力何有过智慧殊胜？无佛地，不属于地，不可轻地，大成功地。无定无伦，最上圣地，世界照料，即地讲的这五种智慧，后面也够有详细讲的。这啊，都是自性来对本具的智慧。古文成就一切智慧，并获得啊。无边辩才，那辩才即显卡言说法义之才，啊，咱表演伫外面呢，称为辩才。辩才的对地，也都是啊智慧，然后智慧都辩才。有辩才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这是真的啊。啊，咱读古书，知影孔夫子
左脑国的思考时阵，三萧敬茂，萧敬茂就是有辩才无智慧啊。啊，所以有智慧一定有辩才，也有辩才嘛是一种果报啊。社会啊，无正当的智慧伊有，政治政见伊无，所谓社思社见。啊，这个呢，咱在日常生活当中，拢会拄着，爱清楚。啊，拄着这款人，唔通甲伊变。啊，应该是经历万机啊，绝对唔通啊，甲人结怨。甲人结怨，互人心内生起无欢喜，这绝大绝大错误。啊，这是有伤慈悲心的。啊，菩提心内底大慈大悲，他受用，所以就要爱护众生。就算讲是众生，嘛都要爱护，花草树木嘛要爱护。像爱护人同款，啊，这是咱的慈悲心，常常向外流。啊，智慧甲慈悲心做一个出来咯。啊，咱现在所讲的这个啊，主场啊，气场、气氛啊，进入这个气氛。甲外口有无同的感触？啊，我伫年轻的时阵非常明显呢，中甲大师啊，啊进入伊大即个环境，你就会感觉就无同。啊，也有彭东密先生，这拢嘛是啊大悟的。你伫个主场内底，唔敢离开啊！总想要加这几分钟啊！哎呀，迄个互你感受啊！但过来看下面呢，有四无碍地。事不改变，由诸菩萨说法之地变，称为事不改地。事不改改，或者事不改变，意思拢同款，拢是讲一项代志。事不改者，第一类法不改。名名相啊，就是名俗俗物啊。伊啊怎样？第二是故，故是一句话，有一个句点。文是一段，几句合作一段。这伊会当啊，这转教法。所以叫做法啊，这个法通常讲佛法啊，佛法就是梵志，佛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包括祖师大德的著说下面呢，这是解释转假故意啊。先呀，言呀，有教化无地，名为法无碍。也对有教化通达无障碍。
这个法无碍啊。第二个义无碍，义啊是利啊。第九法所转之义利啊，对经文内底含了的道理，通达无碍啊啊，都、就是义利无碍。哎，第三是俗无碍。俗无碍啊，马上辩才。各地诸方之言俗，同达主宰。那现在地球变水了，水个和前人无办法想象。那全世界任何所在发生一点啊代志，咱呐几乎立刻就收到，都看到了。这是伫过去唔敢想象。那阮伫抗战期间，团队这个信息上介紧的是靠电报，也电报也都甲文字变作数目字，对数目字这个反倒转来文字。真麻烦啦、啊，啊，真含慢啦、啊，哪有现在这紧？啊，迄个时虽然交通方便，飞机真少用，那、啊、飞机拢做战争的工具咯，那多半交通是用车、用船。也对香港去到伦敦，坐船来坐偌济天呢？还两三个月才会到啊！那有像现在十几点钟，啊，你就会到地咯，未当想象呢。啊，这个物质技术啊，这个速度啊，太紧了。啊，咱伦理道德对袂到，而且对袂到是一个大问题啊！因那里社会动乱，地球灾变的形成，原因都是这个啊！啊，科学家。特别是量子的学家，怎样？因发现了境随心转，佛所讲的是完全同款。物质环境随着那念头的转，念头先，无常为先。两头不先，无强是先呢，太可怕了！啊，宗教教育，唐文弼博士非常重视，嘛有先决条件，我讲宗教。那、啊、互相歧视，问题更加严重。啊，我即摆去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以及伫英国啊，啊，伊嘛是啊，刻意安排英国的这宗教。长老跟我见面，那就是十一个宗教。啊，阮现在大家拢有共识了，拢感觉什么呢？宗教的团结啊！我甲伊那往来提倡的啊，神是啊一体，教是一家，就是。众神是一体，
宗教是一家，拢会接受啊。我提出来，无人甲我讲反对的啊，无啊。啊，而且嘛是感觉真正迫切的需要啊，这是啊非常好的这个现象啊。大家啊渐渐认同咯，咱要行这个方向，要行这条路啊。啊，所以伫英国有一款东西，发起嘛要建一个大道场。我看到因的多位啊，设计这图，啊，要建造起来，真正是世界第一大道场啊！提供我所有的宗教的这来对来办活动，那、啊、这里面有每一个宗教的办公室，啊，欢迎家己服侍。因家己的宗教的形象啊，大厅我看到这个啊设计这一位都一万里，遐尼大工厂啊，然后有工堂，有宿舍，有餐厅，有娱乐场所，规模真大咯。啊，提供给所有的宗教做回来学习吧。我看了后真佩服，我给因提醒，宗教团结还有基础，那哪个无基础，表面上团结，暗地来对一个有分别，迄都唔是啊，真正的团结咯。啊，团结的基础要应该安怎做？就是讲互相学习啊，宗教啊，回归教育，每一个宗教拢出来讲经，希望讲大家在新家己的经典。编出一部小册360，啊，因为经典分量太大，学习时间太长，啊，咱迫切的需要，所以一定爱着你经典的精华，啊，恁编这精华录，互咱学习，嘛，互全世界所有的人民来学习啊。啊，咱伫电台内底向全世界播放，每一间国的宗教拢嘛咧讲经，你想要听多一个拢嘛听会到。啊，宗教不讲，讲的内容同款。啊，请的这个神的名号不讲，内容拢嘛同款的。无一尊神无咧讲爱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经典上无讲伊啊是爱倒一国的人，无讲世人啊，所以神职人员、宗教的啊信徒，爱提出真诚的爱心，爱这地球，爱众生。爱一切人民，这个世界，这会好啊！人民叫幸福，社会重地求安啊！宗教团结会当造成全球形势。啊！我改改了估计，我讲未少计一千年。啊，宗教真正能团结起来，这宗教领袖
做出一项伟大的新型的事业吧。好事啊，大家的赞扬呢。我向大众报告，我现在嘛在做，做的规模真小。我伫澳洲多伦巴是一个城市啊，阮只做一个宗教的活动中心，啊，想法啦拢嘛同款，规模真小啊。啊，阮这个活动中心提供予这个小城十几个宗教做伙来学习，这是起步啊。那、啊、这个、真正做成功了。可以向全世界来宣扬，让大家来参观来模仿，希望我们将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道场、啊啊、当然最好呢像卫星电视网这网络每一天活动每次有时的活动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可以收看，大家都可以做会来学习。世界虽然乱，恢复安定和谐无困难、啊、故人的幸福啊社会安全，国家的富强，世界和平，十几年前啊，我就想到讲，用团结宗教会当达到啊。啊，这十几年来。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啊，咱对这代志啊，听到赞叹，无听到反对的声音。那如果那是要经过这个事业，或者事业会当长久传承落去，教育比什么比较重要？那教育来对。真是智慧的教育，佛教是大彻大悟，中国传统文化，咱专制四科专书甲四科会要，那这里面有不少物件，嘛是大彻大悟，对自性当中流出来，啊，真正是宝啊！所以汉字跟这两个字要都是咱现在并且需要去学习的。汉字文书字要跟国学字要这两项物件，希望改翻作外国文，对全世界流通，在电视网络顶面设一门课程，设这个频道，啊，无论是什么所在，你拢总会收看到。哇，相信这代志由中国人来做，一点啊困难都无。啊、中国有外国语大学，
学外国语的学生，学军事治疗，学国学治疗，学这两种，学成了后呢，伊就会改翻做外国文，就会当流通啊。伊啊，就会当啊，讲解这部书，那都是治疗的老师咯。面对全世界，全世界啊，是要变什么啊？统一变做一个国家呢？都变一个啊，文化统一咯。这不是啊，政治，不是军事，嘛不是经济贸易，嘛不是科学技术，是军事治疗，甲中国的国学治疗。这两项物件咯，啊，咱咧做实验，啊，军事制药现在用日本出版咯，法文出版咯，德文出版咯，啊，咱像也阁有西班牙，甲只日本文，啊，希望将来各个。民族的语言当中拢有，啊，咱对遮来建立共识，大家啊对人对事看法想法拢嘛真接近，未搁再有竞争咯。咱啊修忍让、谦让、礼让，咱不爱竞争，咱也不爱斗争，咱不爱战争。啊，人甲人之间，有中国传统文化，有大成，有什么呢？仁义礼智信，五戒十善，六和六道，普贤行愿，那有这个。啊，家己真正聪明兵了，心间放下了，边界放下了，边界是什么对立吧？这一生当中，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未对立，你讲你有偌尼啊爽快啊，你偌快乐诶？啊，一个对立就万分，家己呀、啊，甲家己找麻烦啦、啊。幽灵使人老啊，有忧虑，无对立，无忧虑，健康长寿啊。啊，身体唔好原因是虾米呢？你细心去查。肯定是找到念头啊有问题，啊，甲问题解决，无正当念头拢总放下，最好的念头阿弥陀佛，啊，果然会甲阿弥陀佛念念啊，相续，日夜不断，哇，相信迄个身体，甲海贤老的是完全拢共款。啊，这代志啊，袂当去骂人诶啊！然后在线路伫外口，一日看都知影咯。啊，我也去做甲无完满，哇，努力啊！我知影这道理，知影方法，认真努力。改过自新啊！啊，所以第一类得到好处的身心健康，远离疾病呀，啊，远离老化，
那我这摆伫澳洲，都未少人来问我，你是安怎保养呢？伊无问别项呢？啊，伫联合国未少大赛，我看到伊头毛、喙须啊，拢嘛白咯。年纪应该未少了，大概总是六七十岁款啦。这个时阵对身体健康就真重视咯。啊，下面第四个，绿沙无界呀、啊。这个乐是欢喜，爱好，欢喜讲菩萨啦，伊在度众生，众生无问伊嘛讲，以上三种之地为啊众生熬煞主宰，讲什么呢？讲头前三种的无碍，有名便无碍，切入正理，即无碍之言说，名为便无碍，便在无碍，就这意思啊。彼个人民都是叫世界，有成就一切智慧，故得无边辩才。以数目改变鸿雁发摇，因地都为的鸿幻呢？变化界、虚空界啊，不是第一位啊！啊，甲伊有缘的众生，啊，伊就现身来甲因说法啊，所以菩萨。伊一定爱甲众生结缘呐，啊，无论是善言、是恶言、恭结发言呐、啊，为什么结缘？伊会甲你接近，伊会向你学习；无言，伊袂甲你接近。啊，所以结缘比什么都较重要。哎，会向你去抓机会啊！啊，我这个结缘是老师教呀、啊，我是在中对你老师学经教，老师的发言书信，啊，伊一礼拜讲一摆经，拜三暗时，四十八年无变经。所以啊，因免宣传，拜三去到图书馆，你老师一定伫遐咧讲经，听众啊是挤甲满满，迄、那个讲堂有四百个座位，坐袂落啊，窗仔靠门口拢有徛人。老师发言殊胜啊，老师教阮结缘啊，阮这学讲经的人，哎。遵照老师的吩咐，家己买一点仔糖啊，大声徛伫门口的啊，来人每一人一粒，欢喜结缘呐，替因啊坐坐位，接待因呐，你肯结缘，将来你的发言都会殊胜。恭敬显言呐、啊，啊，问对家学会向的，啊，无论住伫什么所在，伫这青少的所在住，在新这厝边，伊无甲我小借问，我该小借问，笑面迎人呐、啊，就是算讲伊也不耐烦。哎，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伊就会来小借问咯。
厝边啊，最重要小礼物，日常生活用得到，食的。啊，阮伫澳洲种菜，菜园真大。啊，阮收成的物件，常常分送互厝边，家己种的啊，欢喜啊。到后来时阵，因兜物件嘛咧送阮，那多少就一年两年熟了。也阮这个厝要换这个地毯，地毯用久了，真个也真好看。旧的时阵，藏真侪物件，无用去创甲真清气，都换做木板的啊，无用地毯咯。啊，阮的厝边来替我换，换了后，伊问我讲，地毯要搁滴无？无爱咯，拢总送伊啊。啊，一定厝边都爱和睦，互相照顾。完亲不如近邻啊，厝边啦，厝袂好就袂用呢。啊，阮一个小餐厅内面的这活动一定都要参加。为什么？村民拢总伫遮咧组织做伙。啊，这是啊，结缘上介好的机会。拢都爱知影。机会都爱把握啊，唔通失去。下面呢，第三十四愿，先胆发药，英文，先胆诸法必要。说经行道，故如众生若不逆者，不出正觉。啊，这种最后一关啊，因为最后一句有不出正觉这句。先谈诸法必要，来第三十四，先谈法要愿，必者必有之意啊。佛教内底也是无秘密，有亲密，那都是法门的深奥啊，不可能会有秘密的。亲密有，而且真多。有秘密之意，言法门温密，不易是人也。这是啊，真亲密的物件，一般拢无讲，讲嘛无人捌啦。那不人办呢，就是也不客气咯。啊，咱要佛法兴，一定要了解大众的程度，伊啊教伊什么？啊，兴顺众生，袂当顺家己啊，顺家己就袂客气咯，对好人啊厌烦，伊啊。接触下一摆就未来咯，啊，所以就爱呀，兴顺众生，随机施教啊，必要者如《法华文句》第五卷，《法华文句》是第一家大师的著作，这内底有一句话讲：“数学五年。”问在佛心，
他母之家名为密，这是讲这法华经啊，法华是最后讲，最后这八年讲的，所以讲啊，四十五年呐、啊。啊，世尊说法啦，四十九年，就是最后八年讲法华啊，讲的都是啊这项代志啊，啊，所以藏在佛心内底，无人知影，这叫密。一行得到中列满多，果然要呀，这要都是啊。重要，甲比是无同啊，比是深奥，太深咯。啊，要咧是太重要，这讲是念佛法门啊，啊，这个太重要咯。这个法门容易，唔捌字，无读过书，嘛会用哩。只要伊老实，听话认真做，啊，来复习三位，佮加着老的和尚，拢嘛即款的人，一个好好念到底，一生拢无改变。修苦行啊！你也一切众生，无把这些代志放在心内，在心内只有一句就好，你是成功了。这个要啊，由法华加上说的高管讲，言要干要呀，你就。无重呀，故称为要啊。生来问理不团，这是弊。法华经法殊品法，诸经是诸佛必要之宗，不可分薄蒙受无灵啊。这是给人解释。比的意思啊，所以佛教学是有次第。你看老团一生三十岁，伫菩提树下开悟，开悟了后，就恭敬教学，精到五比丘，伫洛亚湾讲阿含。啊，修行到讲了十二年，等于讲是小学，佛教小学，十二年毕业咯，刷了办中学，八年讲红顶，红顶的头前通修行，把修行提升咯，顶面的是大乘，二十年呀、啊。二十年的根基了后呢，佛功大成，功不济，智慧啊，真是智慧。二十二年啊，啊，咱都知影了，讲上古的，你啊，坚固的基础上啊，坚定的，真是智慧。二十二年。这是佛的本怀，众佛本怀，啊，众生都变作大菩萨。这回来教学，最后八年，定是研究所，对菩萨各升一级成佛了，啊，所以成佛的法华。可能讲咯，开智慧的灵言，成佛的法华。灵言是伫弘定的时阵讲的，啊，也都是即个
佛祖进前啊，以顶面通告佛祖，即开智慧咯。啊，佛啊，即教学的即理念加方法啦，那拢总都爱有啊。啊，现在因为交通便捷，传播媒体发达，教学无困难了，所以就要有一套课程，由浅入深，慢慢的掌握，家己学起来方便，帮助别人也方便。啊，最后直接的教个大成，也有有佛教有一个宗派密宗，清比密宗，因密法家正是诸佛密要之宗，不轻视人家也。这个密宗啊，跟显宗无同款啊。显教是明确的表达，密宗呢是要你细心体会。显教啊，一般人会当学，密宗都唔是一般人拢会当学呀。啊，伊要求的条件较悬呐。啊，基本呢，嘛是三句话啊。老师听话，认真去做。那有这个条件，会当学密教啊，会学净土咯。啊，而且会快速啊成就。实际上呢，密教跟净土是一项代志。净土的密说就是密宗，密教的显说就是净土，密言净土就是啊极乐世界。大日如来啊，就是阿弥陀佛了。也由此知影，佛应机施教啊。你是多种根性，就是讲你爱多一种，佛就用迄种来教你，让你欢喜，让你感觉无困难，啊，你容易啊成就啊。今极乐菩萨、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都是。阿维瓦地菩萨啦，这个重要啊！在咱呢一本，这是第一第二十卷，四十八卷第二十卷，该做阿维瓦地菩萨。阿维瓦地就是啊，不退转了。发心菩萨。完完正着三种不退，第一种为不退，阿罗汉正着；第二种行不退，菩萨正着；第三种念不退，发心菩萨正着。地球的世界，只要往生。凡圣土下下品往生，嘛是阿维瓦地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真平等啊。那、啊、对你家己的根性上来讲不平等，但是到个极乐世界，无一项未平等。个像平定，个阿弥陀平定，
恁啊，身体、体质、甲血同款，相貌甲血同款。啊，伊坐修养，伊会心通道理，无一项无同啊。真平等咯，所以这法门安心啊。这样你好，那有这便宜啊？啊，你就会得到。为什么呢？这爱相信啊。华严经讲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哪讲你本来不是佛来讲，啊，就真困难咯。因为你本来是佛，所以你只要承认这句话，佛讲的啊，本来是佛。我本来是佛啊，我都会得到啊。那本来不是佛啊，都无办法了。啊，佛要有一句话，嘛是华严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真重要啊！啊，咱的自性内底，甲佛的自性。是共一个自性，拢总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上好。啊，德能就是今仔日讲的技术能力，无一项你未通啊，无一项你未明了啊，啊，没向外求，向内。啊，向外求错咯，心外无法啦。这句话重要，一切法从心上生啊，这拢是家人对于来求啊，唔通对于外求。内底有诶啊，有障碍，伊透未出来，必须甲障碍放下，甲障碍破除。啊，自性内底的智慧德能畅通无阻啊！这才会当弘化离心。啊，极乐菩萨先达诸法必要，乃显灵开眼。诸佛一切显微心亲必要啊！这句话讲得真好，先是主连呢，那讲在统计思维，想想呢，那就无主连了。啊，先是主连呢，人一个问，就会当立刻了解伊所问的意思，你就会当巧妙回答伊。啊，帮助伊破迷开悟，这个显谈。如果你帮助伊，伊未当开悟，甚至讲反家意识，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拢错了。绝对啊，爱何伊不怀疑。帮助伊破迷开悟，提升伊的信心，坚固啊伊的愿心，这说法都对了，这就是正法。啊，咱伫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人有所谓高下上重，是真的，唔是假。你爱恭敬的人比较比较容易啊，开悟。为什么呢？啊，逐天伫咧经教内底分析，伊啊梦想杂念较少，伊啊读经，想着经内面所讲的，啊念佛嘛爱想着经上所讲的，啊伊这长期的念落去，不怀疑，不懈怠。啊！若无经教的支持，真容易懈怠难道念念以后就袂记得。啊！尤其咱现今社会太复杂了，五花八门，真正会唬人袂去颠倒，注定无好啊！老的所在，人多的所在，走进去头会晕。也伫过去，主点好的主点，书香气味，人若去内底特别有好感。现在连主点都袂用的咯，因为主的这个内容嘛是有问题，主点的这个气氛，佮较早是。足无同款的啊！伫较早，我若经过书店，想要入去看卖，现在拢无想要入去咯。比画面更加严重啊！啊，这都是现在的言论、读书啊有问题，低见不精啊！引导你去走邪路，真可怕咯！啊，所以今日世界都无同款咯。伊在即个主场咯，一定是一切诸佛主场拢比袂着的。啊，这是咱要去的所在啊！咱来多多了解啊。讲到这个所在呢，乃啊显灵开眼诸佛，一切显密甚深必要。这句呢，咱会当甲伊啊来赞叹，念作老居士的精修捷要。不稳当啊，那是真正祝福一切显微心情必要万年的最后一部书，那不是一下已经有开讲的方式。领导坐在体育顶面，听众大概有六七个人，开讲的方式讲出来，是伊啊一生而获圆满的究竟的心得报告，这是啊一部好书啊，咱都爱啊啊认真努力去学伊啊。我听个真侪真侪遍咯，啊，大家拢想要听，听了拢唔敢离开啊！伊这接受力偌大呀、啊！你会听到这本书，我相信听一个六七十遍都听会调的。那听上几百遍，敢未开悟呢？你敢要会改变方向呢？你敢要会放一边呢？无可能的了。
啊，真正相信净土咯，决定得先净土。好，今仔日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